们留下来听，我们是芒果巧克力。然后如果特别来听的朋友，真的觉得很谢谢你们，希望很快可以再来高雄嘉义。我是要讲说，不是啦，我的那个脑袋你知道已经，因为我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28号，9月28号在高雄的博二那个夜工厂的高雄厂，然后因为我们时间很赶，所以我就整个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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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总而言之，很高兴来嘉义，然后希望也可以在高雄的夜工厂见到大家，因为其实还蛮近的。然后我们办演唱会，就是会给大家很特别、很特别、很不一样的演出这样子。那就是真的很需要大家，除了来到场支持以外，也帮我们宣传这样子。很希望那天可以很好这样，所以谢谢你们。然后再次谢谢那个 Wake Up 音乐季找我们来，然后我们今天在这边很开心，然后流了很多汗，现在超热。对，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很开心。那我们等一下结束之后就在里面见喽。最后一首歌《脑家症》。